到昨天晚上，武汉市的医疗卫生资源已调整情况，有了明显的改进，新开放了2400张床位，从军队到地方，有2360多人，医务人员已经到达了武汉。未来3天内，武汉还有可能开放将近5000张床。医疗资源紧张，看病难，住不进去院的情况将会有所缓解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